好，欢迎回到我们周末版新台湾星光大道的这个现场。刚刚呢，我们在看的是啊，这个就这个辩论本身来看这个谁的表现。那一般来讲呢，所有的这个各大报呢都是认为说马英九第一，然后蔡英文第二，宋楚瑜第三。不过呢，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民调了，就是你看了这些东西或者没看都没有关系，我问你的就是你现在支持谁。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辩论之后旺旺中时的民调是说呢，支持马吴佩的是 39.9%， 支持蔡苏佩的是 32.6%， 宋林佩的是 8.9%， 而有 18.6%是无反应。至于联合报的话呢，事实上他马吴佩几乎一样的是39%，蔡苏佩也几乎一样的是32%，而宋林佩呢差不多的是10%，但是未决定的也是比较高，17%。我现在想请教一下这个戴议员，您是怎么解读现在这个数字？其实就像刚刚大佬所说的哈，一场辩论下来，大家当然是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事实上还是各位其主，壁垒分明。而且这个旺旺中时民调里面还有一个数据，就是说你会因为这场辩论而改变你支持对象的，没有的大概将近90%，88.几%，会的大概只有8.几%，但不到10%。所以换言之，这个民调的显示并没有太大的变动。但是我要回到昨天的表现本身哦，我坦白讲，如果昨天没有马英九那样的慷慨激昂的表现，跟所谓的振翅高飞这样的肢体动作，昨天那场辩论还真的不太好看。而且昨天马英九那样的表现固然出乎有些人的意料之外，但是我觉得他是有攻有守，而且是攻守有据。所谓有据就是他都是有所论述，而且很多东西不再只是冰冷的数字。哦，我们刚才讲那个所谓的台湾国语那个逆风高飞，我现在发现他很多造势的场合帮候选人站台，包括他自己在论述的时候，常常不经意会流露出这种台湾国语。以前你很难想象马英九会讲台湾国语，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我很支持刚刚侯友宜兄跟大佬所说的这个部分，对马英九在很多造势场合拉动跟人民的距离跟感动人民有很大的帮助。昨天大家还记得宋主席跟蔡主席两个都在批评他，说人民感受的问题哦，说你常常用冰冷的数字，可你常常说美化的你的政绩，可是人民没有感受。马英九最近站台，包括今天上午参加他的一个造势的活动，他会用更多庶民的语言哦来拉近跟民众之间的距离。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而且民众也真的感动了。苹果的灯，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哦，应该不是一般民众观察的重点啊。那尽管今天站在马英九而言是哦，因为今天尽管哈，刚刚嘉瑜说这个蔡英文一再强调，今天站在你面前是蔡英文，不是陈水扁。可是不要忘了，马英九昨天讲了一个非常中肯的一句话：马英九改变了国民党，但是民进党改变了蔡英文。我想这句话也成为今天很多媒体的一个标点。那这样的一个标题，到底民众的感受跟马英九的认知符不符合，这个就观察到我们后续选举的一个发展。好，我们待会儿要请施神兄来发表，不过呢先请的同党台北市议会敌对的另外一个绿色的、敌对有党的高嘉瑜高议员，您来怎么看呢？其实我们在市政议题上多数为人民是合作，没有什么敌对。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评论也是非常中立的。那我觉得刚刚一直讲说民众的支持度，我觉得昨天看辩论的人其实大部分可能有些人没看，所以民调大致跟辩论前我觉得会差不多。那很多人其实是看今天大家的评论，看媒体之后的民调来看说昨天蔡英文跟马英九的表现。那就我们自己而言，其实我昨天也是全程看到位齁。那我觉得说昨天蔡英文真的是令人出乎意料，就是他的表现是温和稳健。那马英九呢，他一反过去一个温和理性的态度，他反而显得一个咄咄逼人的态度。那宋楚瑜是昨天完全被边缘化就不提了。那我们在讲说蔡英文为什么我们说他昨天温和稳健，其实我们对蔡英文这场辩论的期待，看你已经忍不住了。我忍了一节了，我忍蛮久的了。我刚刚回到回应嘉宇的问题啊，2008就说2012选2012总统，那这个蔡英文主席回应说我们要选2012，不是要选2008，讲得非常好。可是因为陈水扁这个人，你要不要放，就决定2012年，如果你当选之后，我们要不要跟2008做个连结？对，这个太重要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回答。他放出来之后，整个扁团队全部归位了，对，众神归位了，这个事情非常严重。所以你要不要放他，取决于说大家要不要投你。不能蔡英文主席那模棱两可说，哎，我他放不放哈，告诉你再来扣路。所以哈、哦，决定要放，你认为要我要放的也要投我，认为我不放的也投我，那怎么可以这样？这个是有些打混摸鱼。我来讲哈、哦，这个所谓的辩论这样的一个形式之后的结果，我觉得是短期的效应了。对，那能影响人也不多，因为看的人也没有大概有300万人，就算300万人的话，也不是所有人都看了，所以它影响的层面是很短暂的。可是领先者是马英九，他昨天表现的我觉得还 OK 了。我觉得他当然刚刚这个戴委员讲到说那句话，我觉得是蛮有亮点，就是我改变了国民党，民进党改变了蔡英文。
很简单啊，我这不分区名单提出来你看啊、嗯，就是啊，就是有改变啊，啊，你改变都有。那这是一点，可是落后者哈、哦，我觉得可以在这个辩论当中去凸显自己，对大家对你的怀疑是什么，你可以凸显出来。我觉得昨天蔡主席都磨完了，所以我昨天对蔡主席跟宋主席这个表现哦是有点失望，因为尤其是蔡主席在前一天开会的时候讲，我们什么都可以谈啊，台湾共识包山包海啊。可是第二天说台湾那个九二共识没啊，就礼拜五的蔡英文，对，礼拜六的蔡英文，大家很 confused 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台湾共识，我们待会有机会可以谈。台湾共识是一个非常非常笼统的一个概念，如何去形成？什么叫台湾共识？万一台湾没有共识怎么办？万一台湾的共识是，我就讲开简单的，我台湾共识第一个九二共识不存在，第二个 ECFA 继续让利给我们，第三个你要承认我们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就是这三个共识，我们跟对岸谈。对岸说：“我的西亚，我跟你谈这个，那一定不可能的嘛。”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你不能只是推出一个可能不没有办法实现的东西。最后我要讲宋主席，宋主席，我昨天一开始看哦，我觉得我真的有一点失望，因为宋主席我跟他那时候跑选举，他很会讲话，他们到每个场合，当然讲的话大概差不多，可是讲的让人家觉得说，哇，听了就爽了呢，哦，呢一直想去听。可是昨天你知道吗？一开始他竟然泽文，你会发现他频频看稿，对，低头一直在看稿，所以连那个有台评论员说，为什么？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很不熟的样子。因为哦，我对宋主席的印象是那种辩才无碍。讲到嘴巴里面，省政建设啊，我走过多少乡镇，各个地方的建设，包括最见过什么人，我做过什么事情，全部在这里。对，讲到这个，昨天一直在看稿，我说啊，你是没准备，还是你是在干什么？弟弟卡拜。对啊，我就很觉得很奇怪。所以这一点哦，就这样子一直低头看稿，我对宋楚瑜这个印象分数大打折扣。对，就是宋楚瑜辩才无碍，所以呢，像昨天石仁兄，你就觉得这跟平常宋楚瑜不一样。不一样。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有也有不少的意见呢，认为说马英九昨天呢，他是以总统的高度，但是呢，他有点像是这个反对党的挑战者一样子在讲话，在这样的辩论有点失格。不过呢，就我自己在美国看这个美国的总统的辩论的话呢，这个基本上就是总统他当然要为替自己的政绩辩护和宣扬，而且。一般来说的话，这不管是民主党也好，还是共和党也好，他也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质疑对手挑战者，你在什么地方上到底有什么样的状况。而待会回来了以后呢，我们就要特别提到的就是马英九针对蔡英文问了两个问题呢，第一个就是你要不要特赦扁，第二个呢就是质疑你的不分区名单。马上回来。